接轨的一个大的舞台，那与台湾的，也让台湾的安防产品能够，有一个很好的管道走向世界。我们2023年的 CQTech 呢，展出的主要是用软体为主轴，然后呢带出所有的产品线。我们软体呢有从我们的 AI 软体开始，那从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辨识。到我们软体整合系统，把整个产品串联在一起。AHD 的产品系列，从标准的 AHD 产品，到我们自己做的 One Cable 产品。类比的部分呢，从标准的两枚产品、四枚产品、八枚产品，带各种，比如边缘检测、区域入侵、人脸检测辨识等等，这一串一系列产品，结合我们的 NVMS 软体管理，那组成一套完整的。产品应用，那另外联动我们新的门禁系统产品，从3.5寸的平板、7寸平板，还有我们新的门铃机跟 intercom 产品，最后就是我们的车位室的部分，有各种不同的车用的智能应用，从前端碰撞到疲劳驾驶等等的应用，这一些都是我们本年度展出的重点项目。前来参观的朋友，有从高雄来，也有从台中来的朋友，很谢谢大家。那也谢谢大家在视频前面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继续支持深瑞。准备要来，帮我比个赞，3、2。